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介绍上进入到立体声时代的这一些女人。好，我找到这张照片，虽然对女孩子有点不尊重哦，但是你可以知道为什么胖才会有 power 哦，在这儿。那要介绍呢，我想从声音的分类来讲，大家即使你不听古典音乐，你常听到有什么女高音、次女高音、女中音、女低音这些等等的分类。可是就女高音这一种音色来讲，你从它的音色音质还可以再做更细的区分。那像可以唱到最高的，我们一般叫做花腔女高音。我挑四位让大家认识，刚好是不同世代的。第一个是左上方这个 Margot Robbins， 法国女高音。好，那这一位法国女高音，好 ，Robin， 她有一个列入金氏世界纪录，就是她唱到人的声音最高最高的声音。有人可能说啊，你听那个 Maria， 那个什么玛丽亚凯莉有没有？那什么海豚音有没有？那个海豚音基本上已经不是真的唱歌的声音，是用它的声带的共鸣所发出来的，不是很自然的声音。那我请大家听听看，列入金氏世界纪录的这一位 Robin， 你来听听看，真的飙高音是什么样子？那我直接请大家听后段的部分。女高音 Margot Robbins。 那接下来你来看第二位，这一个是现在活在世上的哈，这个位叫葛贝洛娃，右上方这一位。那他今年已经70岁了，我听他这即使到70岁，他的声音还保持得非常的清亮，因为人的声音有一个弹性疲乏，大概到40-50岁就开始走下坡了，那到70岁可以唱得很棒。那接下来另外一个推荐给大家，就是左下方这一个法国的叫 Dissé， 那他是另外一个是说他的演技非常的不错，他会跳舞。不过我要请大家看的是现在非常红的，你常在网络上会看到这个德国出生的女这个花腔女高音叫 Damra。 这个 Damra 她的声音跟刚刚你听的 Robin 会稍微不一样，她比较偏戏剧性一点点，就是比较声音比较有 power。 我要挑的这一段代表作就大家非常熟悉，莫扎特的夜后魔笛这一出歌曲里面也有，刚刚我们已经听那个 Robin、那个 Jenkins 唱的不标准的错误版本，我们请大家来听听看正确版本。那这是丹劳这一位女高音，最近以这个角色走红全世界，那来听听看这个经典的夜后的Peace.
业后的《咏叹调》可以说是花腔女高音的代表名曲。那一般来讲，一个女高音通常保留这个曲目，大概只在她事业刚出道的时候唱个五年，她就不会再唱了，因为这个实在是太伤喉咙。她唱到高音 F 这个地方，基本上已经超越了一般声带，因为大家知道，你声带越往一个地方扯的话，你的低音域，像你一直往高音域，你的低音域就没办法共鸣，就没办法漂亮。所以说，通常这些花腔女高音可能一出道都会拿那一首惊艳世人，那接着她就可能会把它封箱去唱别的曲目。那我挑了这两个让大家认识花腔女高音的声音，还有她的代表名曲。接着我们来看看最多最多的叫所谓的抒情女高音。顾名思义，就是抒发情绪的这一种，就是声音比较柔软一点点的。那我挑两个代表，一个是算大前辈了，因为他今年已经80出头了。那另外一个是现在最红的，那分别是右边的这一位西班牙的 Gobo， 这一位卡巴叶。那左边这一位Natrico 是俄国的，他在今年4月才，去年4月的时候才来，今年还去年来台湾演出。那我们先请大家来听听看卡巴叶的声音。卡巴叶的一个声音的特色就是他的高音控制非常厉害，尤其在唱高音的时候，大家知道，像小喇叭，你要吹到高音的时候，你就越吹得很用力，声音会很响。可是他就是有办法在最高音的地方用极弱音，非常弱非常弱的声音，这样是撑在上面。我要请大家听的这一首是1992年巴塞隆纳奥运的主题曲。那这个是由英国的流行乐团 Queen， 大家知道 Queen 的主唱叫什么 ？Mercury， Freddie Mercury。当时他为这个巴塞隆纳奥运写了一首主题曲，就叫做《巴塞隆纳》。那这一首主题曲，他找来他自己崇拜的偶像卡巴叶来一起跟他对唱。那我们请大家，可能各位这时候生了没啊？应该生了哈、哦，来听听看这一首当时的奥运主题曲。你可以听他的高音上面的控制。Oh,
到，这就是巴塞隆纳奥运的主题曲，那是由这位皇后合唱团的主唱啊 Freddie Mercury 所写的。那原本这一首歌是要在奥运上面演出的，开幕式演出，结果啊 Freddie 刚好在前一年死掉了，所以这一首歌就没办法演出了。后来就换成 Andrew Roy Weber 啊韦伯，他写了一首叫 Amigo para siempre， 永远的朋友。那找来他的前妻，就等一下我会介绍的莎拉布莱曼，跟西班牙的男高音卡瑞拉斯两个人来合唱。那我请大家听的是这一个啊卡巴耶的歌声。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一个现在最夯最夯的女高音，叫安娜内奇科，她有一个封号叫21世纪歌剧的新救星。讲她是救星，为什么？因为刚刚就是我前面讲，看歌剧你必须要很有想象力，你才能融入剧情，说啊这个是大家称赞的美女啊或什么的，对不对？你看卡巴耶刚刚长那样子对不对？那所以说很多人当然看歌剧就有点不太想接受，可是呢这一位安娜内奇科大概在21世纪初的时候，10多年前她一出道，结果一出来人家说哇原来唱歌剧也有美女所以很多宅男啊色北北啊就说那我们来看歌剧就吸引了很多人进去看，所以他被称为歌剧的新救星。那我这样讲你可能不相信他的魅力，对不对？我找了一段请大家来看一看现在的女高音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只要规规矩矩在舞台上面演唱就好了。你来看一看这一个安娜内奇科，她要唱一首我的唇像火热的火焰这样子。Oh,
现在最红的女高音，出生在俄国的安娜·内奇科。那去年她有来台湾办演唱会，我有去看。那毕竟已经像各位看到这一场表演，距离到现在大概十年了。她生了小孩，就生了小孩就这样变胖了，发福了，但是她声音还是非常棒。你可以发现到新世代的所谓这种歌剧女神啊，还刚才那个怎么录音的啊？怎么录音的？录音，他现场怎么录？哦，现场他那边会有下杠，你们看那里有下杠，这里有一只右上角那个吗？这里这个在舞台上面，这里这个都有录音的，现场录音，所以说你各位看到 DVD 那些都是这样子收音的，他们唱歌剧不能用了，不能转来转去，一直在有时候往后往前。啊，这个还好，因为你看他在转的时候没有唱歌了，对不对？对，所以说没有影响到。他的那样啊，下杠基本上是360度收音，所以说不太会，你转头就音量就会差很多。好，好，那等一下有问题我们再没关系，大家如果有问题随时问 ，OK 哈、哦。好，那各位欣赏的就是现在最红的安娜·内奇科。那我们看完了抒情之后，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声音越来越厚重，刚才已经听到花腔女高音，听到抒情。其实如果要再严格细分，在花腔之下还可以有叫所谓的轻女高音，然后再抒情女高音，然后还有重抒情，那接着就是所谓的戏剧女高音，就是声音要很有戏剧性的，很有 power 的。所以你各位可以看到、哦、这一个像我挑了这三个、哦、是当不同世代的一个顶尖的戏剧女高音。右上方这个是瑞典的国宝，叫 Nielsen。哦 ，Nielsen 他说他演两个公主让他赚大钱，一个是崔斯坦伊索德里哈、哦，这个日耳曼神话里面的，另外就是以中国为背景的杜兰朵公主。那当时他有一个传奇的，他在维隆纳，大家知道意大利有那个不是像罗马一个圆形竞技场吗？在维洛纳的地方有一个圆形竞技场。那他在里面唱歌，唱到外面的人以为是里面是不是失火的那个警报器在叫，那你就知道他的声音多有 power。 那另外一个是右下方这一位叫 Dimitrova、啊、他是东欧人。我记得我那时候听他第一次看杜兰朵公主就是看他的版本。那我们请大家来找一下我很年轻的时候所看这个版本。那这就是在维隆纳里面演出的杜兰朵公主。那大家熟悉这个是以中国为背景，那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打扮成女鬼的样子、哦、对不对？没办法啦，那已经好。那杜兰朵公主故事在讲什么？他讲这个公主她出了三道谜题给天底下的王子来猜，猜对就可以娶她回家，猜错就要砍头。那这三道谜题实在太难了，所以一路三四年来她砍了20几个王子的头。一个来自达旦的王子，那本来很生气说这公主怎么那么坏，可是当他看到这个杜兰朵一出场的时候，哇，惊为天人，就爱上她了、哦、那这个想象力、哦、好然后于是他就去敲锣，就说我要去猜谜。所以到第二幕杜兰朵公主就唱了这一首咏叹调，叫说很久以前在宫中，我的祖先有一位罗琳公主被外邦人掳走了，然后受到他们的侵略，所以说导致我的祖先就含恨自杀。多年之后，这个祖先的灵魂注入到他身上，他要为他的祖先报仇，所以说他出了这三道谜题要给王子们来猜、哦、那这是他的报仇。你等一下会听在这一段里面，他那个声音控跟刚刚我们听的抒情啊花腔是截然不一样，是非常难演唱的。那我直接拉后面一点点让大家听听看。那么这个音色跟花腔的跟抒情就更不一样了。Woo!
我这里我打岔一下哈，你现在听到他唱到这里，他说没有人能够拥有到我，所以等一下他会唱一句说，谜题有三题，你死路一条。他对那个王子讲，那接着他唱完这一句后，王子用同样的旋律回答他说，谜题有三题，我活路一条。哦，所以说再来一次，第三段的时候就公主跟王子两个要火拼，同样的声音，所以你等一下可以来直接听。等一下我们看这个版本到底是杜兰朵的气势比较强，还是王子的气场比较强？那你听听看，这个谜题有三题，你死路一条。对不对？这个女高音完全把那个男高音的声音全部压过去了哈、哦。那这一位就是中间这一个 Dimitrova。那现在最红的这一位叫 Vogue 哈、哦、，Vogue 这一个，其实各位现在看到这一张照片啊、哦，这一张简报上面这两个是同一个人，相不相信？为什么？哈、哦，他跟玛丽亚卡拉斯不一样，他原本其实也就是左边各位看到这样子，这个 Vogue 这样，结果在7年前吧，发生一件事。他在伦敦的皇家歌剧院要演出的时候，结果被剧院 fire 掉。剧院为什么 fire 他呢？剧院说他穿不下剧院帮他准备了一个黑色小礼服，说他穿不下去，因为太胖了，就把他 fire 掉。那当然，对一个声乐家，尤其他已经这么有声望的人，是一种侮辱。所以他去告这个皇家歌剧院，哎，告赢了，拿到一笔这一个赔偿金。那后来有2-3年他不见了，为什么？他后来就去做一个胃绕道手术，他拿那个赔偿金去做，所以说后来减肥就变成现在看到右边这样子。不过呢，这样减肥通常啊，像以我这样听，老实说，通常减肥过度的话，对声带是会有影响的。所以说，他原本可以唱非常洪亮的声音，老实说，真的也变得比较稍微暗淡一点点。好，那这个跟大家介绍就是 Vogue 这一个现在最红的戏剧女高音。那介绍完女高音的第一把之后，我们来看看拿这个两个80年代跟90年代最红的两位黑人女高音。左边这一位叫 Jessie Norman、哦、那她有一个绰号叫做黑色航空母舰，因为真的也是做大架、哦、像航空母舰这样，可是她的声音有人说像是黑色的管风琴一样。那右边这一位叫 Kathleen Bartle，那她的声音就属于轻女高音，大概就介于我刚刚讲花腔女高音跟抒情女高音之间，声音非常轻，像黄莺出谷的声音。那我挑了一首歌，他们要唱的黑人灵歌，让大家来看看他们两个同时唱，你刚好可以去做声音的对比。同样都是女高音，但是你因为音色的不同，会有不同的效果。
被归类叫戏剧女高音，那你这一首歌，这首黑人女歌里面，你可以感受得到哦，风格截然不同。那凯瑟琳·巴特她很有意思，就是她很喜欢耍大牌，那所以她后来被歌剧院封杀掉。她一个最有名的耍大牌的事迹是什么？就是我很喜欢讲八卦哈、哦，那她就是通常演出完以后，然后司机要送她回饭店嘛。那你坐到你那个礼车里面去，那如果你觉得空调太冷，你会怎么办？你跟司机讲说：“哎、欸，能不能帮我不要开那么大风那么大？”就他不是，他觉得我怎么可以跟这样随便跟别人讲话？他拿起电话跟他打给他的经纪人，叫他经纪人打给那个司机说：“那个空调去把它装低。”所以你知道他多会耍大牌。几年前，2002年的时候，他有来台湾演出。那时候我有去看。一看吓死人了，哈！为什么吓死人了？因为我的印象就是在这张照片，我刚刚各位看这样子，很清秀的那个样子，就一出来怎么一个老阿嬷出现了？这样那个就算了，哈！他声音已经惨不忍睹，就是像比那个刚刚那个走音天后再好一点点，甚至唱错了，然后直接在那边骂钢琴伴奏，明明是他唱错了，可是他可能要面子去骂那个钢琴伴奏，说你弹错了。那我们在观众在下面看他在上面跟那个伴奏吵架，很尴尬的一件事情。好，那这是题外话。那欣赏完了女高音之后，接着来看一看另外的就是次女高音。